欢迎大家来到今天这场与灵对话的免费体验课。我是 Amy Shine， 我是与灵对话导师。与灵对话是 Access Consciousness 的专题课。所以与灵对话是什么？那是一堂专题课，特别课，专门来教育你，你可以用什么实用的工具来跟灵知世界更轻松的获得共融。所以这些工具是要让你可以跟灵知世界达到共融，你不需要去拒绝灵知世界，跟他对抗，也不需要受到灵知世界的影响。这堂课是邀请你，给你工具，让你开始跟灵知世界拥有共融跟合一。当我们说灵知世界的时候，我们指的是一个非常广大的世界，它非常大。用你的脑袋去理解灵知世界是办不到的，你没有办法去搞清楚灵知世界有多么大，多么的里面有各种不同的种类，不同的分类。所以欢迎大家去对灵知世界说 yes， 然后开始去跟灵知世界互动，跟它共融。这需要你放下你的逻辑头脑。所以今天我会使用 Access Consciousness 的除障具。所以这里有个清理，你和你的身体可以成为什么样的能量空间意识，去愿意放弃在所有地方你在试图理解、计算和搞清楚、弄清楚去找出灵知世界的逻辑，和你也去搞清楚你的灵知觉察的这一切。那所有这一切，你是否通通错别人创造 ？Run room couldn't be pump pump only shows boys progress and beyond。那我这里有一些大家在注册的时候提出的问题。所以第一个有人问的是灵体是什么 ？Entity 灵体就是任何可以被定义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拿去给他一个定义的东西都是灵体。我的名字是 Amy， 那我就是个灵体，我是个有身体的存有，我有个名字，有个文化背景，有国家背景，所以我有自己的某些认同身份让我成为一个灵体。那你也是个灵体，那像你的家是个灵体，你的事业是个灵体。但是在这堂课，如果我们讲到灵体的话，我们指的是那一些不再有身体的存有。他们是曾经有身体，但是后来没有了，可能已经去世的人。可是在这些没有身体的灵体当中，还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类型。所以在灵知世界中有不同的灵体，比方说我刚才提到的人的灵体，他以前有身体，现在没有了，可能是你的奶奶之类的。再来是恶魔灵体，恶魔是灵体，他们是在这个行星上的一种能量，我们可以去清理它。然后在与灵对话的课程里面有更多工具。那恶魔没有对没有错，只是我们可以清理掉它，可以清理掉会很不错。那我刚才说了，你没有办法用脑袋去理解灵知世界、灵知王国。我可以给你们一点点资讯，一些片段的资讯，告诉你说灵知世界有什么，但是绝对不只是这样而已。我们在与灵对话里面初阶课里面会讲到一些大概，讲到各式各样不同你可能会遇到的能量。比方说人类灵体当中，有些灵体可能是仍然受到药物酒精影响的，
所以这些灵体是有身体的时候，他们摄取很多药物酒精，那他们死掉的时候，身体里面还有很多药物酒精，所以他们就卡在那个影响之下，还卡在那个酒精影响引发的情境之下，这是与灵对话中我们会提到的一种灵体。再来，我们也有所谓的光之存有，他们是非常庞大的存有意识的存有，他们在这里是来支持意识的。那我们还有什么呢？我们有队友，队友是一群独特的存有，那他们是属于你的，跟你同一队，那他们跟你生生世世都在一起，他们是你的队友，你也是他们的队友，每个人队友都是独属于你的。所以当你对灵知世界说 yes 的时候，你也在包括你的队友，把他们纳入进来。那灵知王国还有什么灵体呢？有烟雾灵体，我们还有那些捣蛋鬼的灵体，那些灵体是喜欢去戏弄你，去跟你给你找麻烦的那些捣蛋鬼的灵体，所以我们有工具去应付这些灵体。那还有 pranks 也是爱捣蛋的灵体，那还有所谓的天使，那今天我们不会去讲这个，那其实课程里面也不会讲到，因为那是一整个自己又是一个自成一个世界。接下来我们还有自然灵体、自然精灵、地球精灵，他们是地球能量的一部分，在这里支持地球，然后去确保地球会蓬勃发展。那还有其他的灵体，比方说混杂灵体啦、退化灵体啦。所以现在大家有没有稍微有点概念说灵体是怎么回事？那你们是不是也知道说要去试图定义灵体是怎么样的一群东西不会有用？因为灵知世界是非常庞大的，所以你需要什么才能跟灵知世界轻松的共融呢？你需要的是工具，实用的工具。所以与灵对话初阶这堂课其实有点像是一种基础，在这个入门课里面、初阶课里面，你可以获得任何普通课的一切，可以让你去跟灵知世界拥有轻松共融的工具。那在初阶课之后还有中阶、进阶，但是初阶是一开始的课，里面的工具是你可以不断去使用的，可以让那些工具可以让你对灵知世界有轻松。因为你们当中很多人有提问说，我那些灵体、那些存有可以怎么样贡献我？那你必须要愿意跟他们对话。如果你在请求灵体存有贡献你，但是你不愿意去贡献他们，这样是行不通的。这是在跟灵知世界去赠与接收。你要问的不是说我的队友可以为做什么，你要问的是说我可以赠与队友什么，而他们可以赠与我什么，我可以贡献灵知世界什么，而灵知世界又可以贡献我什么。所以跟灵知世界互动不是那种有来有往，你给了他还你之类的关系。那灵知世界也不是根据评判跟两极性去互动去运作的，灵知世界运作的方式是赠与与接收。所以你觉察到了多少灵体是你不想去觉察到的，而如果你愿意去承认说你觉察到他们了，这会让你能够去接收更多，成为更棒的赠礼。所以我不允许你放松，进入你觉察，进入对灵知世界觉察，让你放下屏障，去不在任何地方试图去推开这一切，拒绝这一切而且可以让你去更放松的一切。
没错，就是这样。所以，如果觉察到灵知世界跟灵知世界共融，比人家告诉你都更轻松、更喜悦，或者是比你告诉你自己的更轻松、更喜悦，那会怎么样？所以在所有地方，人家告诉你，人家卖给你，而你买入了，你评判，你做出结论，啊，觉得灵知性就是怎么样，灵体就是怎么样，但是那一切都不是真实的一切，我们是否通通错也明白创造 ？Right, wrong, good and bad, pump, pump, all that shows, what's purpose and beyond。所以，所有你从电视、电影、父母、家人、文化那里买入有关灵知世界的一切，还有所有那一些恐惧、焦虑、压力，还有那些你关于灵知世界买入的疯狂，从别人、你身周遭的人那里生生世世买入的这一切，你是否愿意通通摧毁你的创造，然后通通放弃这一切？Right, wrong, good and bad, pump, pump, all night shorts, boys, pole, bats, and beyond. 如果你排除了灵知世界，你就是在创造疾病或者是病态。灵知世界是意识的一部分，你没有办法排斥灵知世界，同时又拥有合一。所以当你排斥灵知世界的时候，那个影响会在你的世界中用不同的方式出现。当我在排斥灵知世界，过去我这样做的时候，我有焦虑、有压力，然后有财务困难，我的关系也有困难，那我的身体出现的是我会恶心、消化不良、皮肤发痒。所以你得去看看，在你的身体、财务、事业、关系中，你发生了多少事，其实是起因于你完全拒绝承认自己的觉察，你拒绝去承认说你觉察了。觉察到超越这个物理实相和你的逻辑脑袋的事情，所以这一切你是否通通错也并不在创造 Run, run, good and bad, pump, pump, all night shows, sports, powers and beyond。 所以你是出于什么理由不愿意去让自己知晓更多有关灵知世界的事，然后开始去包括把灵知世界包括进你的实相，包括进你的宇宙里。当你在抗拒灵知世界觉察的时候，你真正在抗拒、在拒绝的是什么？所以，所有你一直在抗拒、拒绝的那一些力量跟强大，你一直不愿意去承认你对于灵知世界觉察的一切，我们是否通通错也并不在创造 ？Run, wrong, good and bad, pump, pump, all that shows, boys, powers and beyond。所以与灵对话初阶是一堂实用的课，会让你 开始、哦、可以去对灵知世界进行清理、沟通、合作跟接收。所以刚才讲的那四个动作是所有你需要对灵知世界做的事情。遇到灵知世界，你就只要去做、清理、沟通、合作、接收这四件事的其中之一就行了。所以再说一次，清理、沟通、合作或接收。那你们在基础课上都学到如何清理灵体了，那我今天也会给你们一个泛用的清理，所以你可以开始自己去使用。那沟通、合作跟接收、是另外一整套工具，我没有办法在今天这个小时给大家，所以可能你需要去 参加课才能去让自己有更多的资讯。那你会来参加 这场论，可能是因为，或者在看这个影片，可能是因为你有某些对灵知世界的觉察，但是你没有在承认，否则如果你没有，你就不会来这里了。那你是在拒绝承认些什么？那你正在拒绝的是什么？
那你有多少的理由、借口来拒绝灵之世界？而那些是谎言，比方说，人们最常说不想去上灵与灵对话的课，是因为我害怕，这是一个主要的理由。他们会说我害怕，或者他们说我只想跟光之存有跟队友讲话，我不想去应付那些沉重的能量，这是完全都是谎言。当你在抗拒你觉察的任何部分的时候，你就是通通拒绝掉了。你不能说、哦、我只要光之存有，我不要沉重的东西，没有办法这样。因为觉察包括一切，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觉察到很多有趣的喜悦的事情，你也会觉察到很多沉重狗屎的事情。所以灵知世界也是一样。那当你拒绝去成为、你是强大的，拒绝你的力量，你拒绝成说你是人生中最强的灵体的时候，不管有没有灵体，有没有身体，你都是最强的那个的时候，你就是在拒绝你的强大，你的力量。所以当你在说、哦、如果有人可以在伤害我，或者是灵体对我做坏事该怎么办，你要知道你是最强大的，不管有没有身体，只有你才是最强大的灵体。所以你需要去教育自己对灵知识有更多的知识，这样你就可以用这些 工具每天去成为你人生中最强大的存有，没有其他能量可以来跟你，可以来找你麻烦。所以你们当中有多少其实在抗拒说不去成为这个强大的灵体，不让别人来找你麻烦，或者是别人来惹你？所以说这一切，你在拒绝成为这么强大的一切，我们是否通通错别人创造 Run, Run, Good, Bad, Pound, Pound, All Night, Short, Sports, Purpose, and Beyond。 还有在所有生生世世，你曾经那么强大，你曾经是你人生中最强的灵体，你有觉察，你有心灵能力，而你在所有地方因为这样被杀掉，被吊死，被钉上十字架，被诅咒，然后你就发誓说再也不要去拥有这些能力的，我们是否通通错给别人创造，乘以天下许多倍 Run, Run, Good, Bad, Pound, Pound, All Night, Short, Sports, Purpose, and Beyond。 哇，这个能量很强。所以各位可以帮我个忙吗？那我自己也要做这件事，就是让你的身体知道现在已经是2022年了，已经是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实相了。你不再会因为你有心灵能力就被杀掉，那不会是因为你有疗愈能力，因为跟雨林对话，就不会因此，你不会再因此这样被杀掉了。那在这个世，在这个时下里，在这个年代里，你顶多就是人家觉得你怪怪的，但是那些想要这一切的人会来找你。过去那些生生世世已经结束了，那你现在是否愿意拿回你的力量？现在是不是已经是、那个时间，那个空间来主张声明承认你对于灵知世界的独特的能力？这是一种艺术，这是你的艺术才华之一。如果不是的话，你今天就不在这里，那你的人生、身体、创造关系会有多么的轻松？如果你愿意去拿回，去主张声明承认你的能力，对于灵知世界能力的话，那会怎么样？如果你愿意去承认这一切，你的人生变得有多么轻松。而灵知世界、与灵对话的工具最棒的是，你不需要再去、去演戏，不需要再去驱魔，也没有什么疯狂的仪式。我们与灵对话，这是一整个务实的工具，它会教育你，然后让你、的一切相关的一切都变得轻松、喜悦、荣耀。在我找到 Access 之前、大家都跟我说灵知世界很可怕，别乱惹，别去惹灵知世界，他们有力量会控制你，他们的力量不是你能应付得来的。但是我上了与灵对话之后，我才被赋能，知道说我知晓，那我也知晓我的灵知觉察是怎么一回事，而且我可以知道该怎么样
应付我自己。所以如果你不需要去保护自己，不受灵知世界，不受灵体的影响，那会怎么样？如果你不需要去保护自己，而是可以去获得工具，让你去清理，跟灵知世界进行清理、沟通、合作、接收，那会怎么样？那对我来说，当我在拒绝灵知觉察的时候，我创造出很多沉重。当我最后终于对灵知世界说 yes， 然后我开始去运用这些工具之后，我的世界变得轻盈很多。所以在与灵对话课当中，你会学到营业时间，是学会如何去设定你自己的营业时间。那上完那个课之后，你可以每天或者是一个月一个礼拜两次什么之类的，自己定时间对灵知世界进行清理、沟通、合作、接收。这就是所谓你需要去做的事情，或者是说你可以去做的事情。你可以清掉想要进入你房子的灵体，那也许有客户带着灵体想来跟你沟通你就可以跟他们沟通。那想跟你合作的灵体，你也可以跟他们合作，或者是想贡献你的灵体，你也可以去接收。这些东西不是只做一次就好，不是说你来上一次与灵对话课就这样一次就 OK 了。你学到的是工具，然后你上完课之后你需要做的是应用这些工具，而这对我来说是让我改变最大的东西。我上过很多课，那些课上完就算了。那当我第一次上与灵对话课之后我不想去看，我甚至连手册都不想看，直到几年之后我才把手册拿出来看，然后发现说哇，里面好多工具，但是我还是在拒绝。后来我知道我第二次上与灵对话课，我开始比较能听进说这个课在说什么了，但是我还是没有天天运用这些工具，我仍然有焦虑有压力，仍然觉得说打从心里觉得自己错误，不断的评判自己，在精神上攻击自己。我们在与灵对话课里面讲到这个精神攻击，还有黑魔法，然后我们是怎么样用这样在评判我们自己。我们评判自己的时候，就是在对自己做精神攻击，允许我们的能量去用我们能量来做精神攻击。那当我上完课之后，我还在对自己做这些事，直到我开始用这些工具，才改变了很多事情。像我有时候可能还是会评判自己，但是我会觉察到，然后觉察到说我有多么的强大，然后当我用我的能量在评判自己的时候，我可能会摧毁我自己，也摧毁一切。我创造一切非常快，所以你的话，你有多强大，那你再怎么样运用你的能量，那当你在使用你的能量的时候，你又邀请了什么能量进入你的宇宙？所以这一切成天下许多倍，我们是否通通摧毁，并不再创造 ？Run, run, good and bad, pump, pump, all that shows both purpose and beyond。那有人问说，在应付灵知世界或觉察灵知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有更多轻盈？对我来说，轻盈是来自于我真的去运用那些工具，我开始清理、沟通、合作、接收。我觉得一整个获得进化，把清掉了很多东西。你们当中很多人有很多觉察，对灵的觉察是你一直在忽视的，所以你累积了很多东西，所以你可能需要得去累积掉、清掉你累积的东西。但是当你一直清、一直清、清掉很多东西之后，我有更多轻盈、更多空间，也更多轻松。当你去终于去应付那些你不想应付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空间出现，让光之存有、队友、地球精灵可以进入来，也会有更多空间让你去获得、去获得贡献、接收贡献。这是一场旅程，不断持续的旅程，你是否愿意也踏上这场旅程？而当你说对灵知觉察说 yes 的时候，
这个灵知世界可以对你成为什么样的贡献呢？所有这一切还有所不允许的一切，我们是否通通摧毁并不再创造？ Run, wrong, good and bad, pump, pump, all natural sports, poets and beyond. 那这里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提问，他说我可以专门找特定的灵体对话吗？好问题。你可能想跟你的妈妈或者是男朋友或者是某个已经过世的人对话，你可以跟他们对话吗？可以也不可以， yes or no。 如果你认识的人一个人的灵体死去了，离开他们的身体了，你想跟他们沟通，这当中可能很多因素会影响。首先，如果你很悲伤，有很多情绪上的痛苦，那么要去跟那个存有连接就会非常难。所以你可能首先去处理你的悲伤，去清掉那些情绪上的东西。你可以去做 BARS， 非常棒。BARS 可以对于清掉创伤、悲伤之类的东西很有用。那当你克服这些之后，你去跟你的你爱的人沟通的时候，会有更多轻松。那如果你有人已经离开身体，但是还没有继续前进，他们可能需要引导，他们可能卡在那里，可能有一些什么誓言誓约什么的，让他们还卡在那里。或者是说他们可能还受到药物酒精的影响，那些东西那些物质的影响还在他们的世界里，需要人家的引导才能让他们摆脱。那如果那些灵体处于受到药物酒精影响状态，或者是处于某些情绪状态还没有脱离，或者是有某些誓言誓约，他们可能会比较难跟你沟通，但是你可以引导他们。所以当你可以去引导存有继续前进的时候，你对于灵知世界可以成为什么样的赠礼呢？所以你可能可以跟你爱的人连接，然后引导他们继续前进，然后你可以感知到他们的能量。所以你只需要去请求说你现在要去连接他们的能量。当我开始做 BARS 的时候，我连接到我的弟弟我哥哥， 我这个哥哥在我16岁的时候去世，当时他21岁。那他以前他的能量常常出现，但是当我运行 BARS 的时候，我变得更轻松了，然后我就接受到更多他的能量，他想要给我的讯息。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想要跟灵知世界有更多共融，或者是跟特定存有去沟通的话，你得去轻松，让你的身体放松，放下你的脑袋，允许你自己去接收。那我们在初阶课里面会讲到更多跟灵体沟通的事情，可以更深入的去讲。那还有人提问，我可以怎么样不受灵体的影响？所以这个提问听起来就像是你只会，这提问该怎么说？你是因为在拒绝灵知世界，你才会受到灵体的影响。当你在拒绝灵知世界的时候，你允许自己受他们影响，因为你在关闭对他们的觉察。所以你去想一下，假想一个三岁小孩，你屋子里有个三岁小孩想要吸引你的注意力，但是你忽视他，那这个三岁小孩会怎么办？他会越来越吵，那你还是不理他，那他会怎么样？他会制造出更大的声响，可能甚至开始去打你。对，三岁小孩对于打人一点犹豫都没有。对，灵知世界就是像这样，他会试图去吸引你的注意力，那因为你在拒绝，你不想去理他，他就越来越吵。
那只有，所以只有你在拒绝灵知世界的时候，你才会受到他们影响。这些灵体知道，存有知道，你知道他们在那里，他们来找你是因为你觉察到他们。那你可能是这个星球上非常稀少的人，就少少的人知道说他们在那里，可以觉察到他们，所以他们才来找你。所以你是真的受到灵知世界的影响吗？还是你在允许自己，因为你在拒绝他们，才让你自己受到他们的影响？所以这一切我们是否通通摧毁，并不再创造 ？Right, wrong, good and bad, pump, pump, all nine shorts, boys, poets, and beyond。还有一个问题是，我可以怎么样对灵体有更多觉察？那这是个好问题，很适合我们来给这个场论做个结尾。那我可以给大家一点实用工具，让你们可以都可以开始运用。所以你可以怎么样更觉察到灵，对灵这些有更多觉察呢？首先你要教育你自己，如果你想要教育自己有关灵知世界的事情，但是没有钱，你可以去请求灵体给你带钱来，让你教育你自己，去请求灵体支持你去选择这一切，他们会支持你的。所以现在花点时间放松，吸一口气，吸进身体里，放松你的心，感觉你的腿接触你的脚放在地球 地面上，进入地球，放松你的脑袋，让你的脑袋消失。如果你可以的话，让你的视线变得柔和放松，让你看出去的时候，这个视线是和缓的，很好。现在有多少没有身体的存有正在试图吸引你的注意力？所以请大家就只是去承认这一切，然后去感知这里有没有没有身体的存有灵体，有没有任何这样的灵体正在你周遭想要被清理。不管你的觉察，你的视线飘到哪里去，一开始马上飘到哪里去，那就是他们在的地方。好，现在就去承认它，然后更放松一点，推倒所有你对灵知世界的屏障，没有什么好怕的，他们只想被清理。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清理灵体呢？首先，在这里有多少灵体已经死去了，没有身体了，让他们知道说，哎，各位，你知道你们已经死去了，没有身体了吗？所以有些灵体只需要问这一句就会清理掉了，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去世了，那你给他们资讯，所以他们现在就可以继续前进了。再来，所有没有身体的存有灵体，他们已经死去了，没有身体了，但是好像卡住，没有办法继续前进，我们该怎么清理掉？我们清理的方式是说真相，你是谁？你在那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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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你未来会是谁？你们是什么？你们在那之前是什么？在那之前是什么？在那之前是什么？你们未来会是什么？在这里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你来这里之前是谁？在那之前是谁？在那之前是谁？在那之前是谁？你们未来会是谁？所有那些誓言、誓愿、血誓、效忠、契约，是你曾经立下把你卡在这里的，你们现在是否通通撤销、撤回、收回、放弃、背弃、退出、摧毁、不再创造 ？Run wrong, good and bad, pump, pump, all natural sports, focus and beyond。好，让他们知道。他们现在可以离开了，
可以继续前进了，你们的工作结束了，你不需要继续卡在这里了，带着你所有磁性印记离开吧。Right, wrong, good and bad, pump up, all nine short boys, poverts and beyonds. Mm-hmm. 你也可以去请求所有你今天清理掉的灵体，要求他们为因为你的清理而付你钱，这是你的事业之一，这是你的能力，所以你可以因为你的能力才华而获得报酬。所以今天你清理掉的灵体可不可以给你报酬？你可以在能量上让他们看到所有你想或收到报酬的方式，你想要怎样收到报酬？你希望银行户头里面有钱吗？想要事业成长吗？想有更多客户吗？卖出更多产品吗？希望获得班机旅馆的升等吗？想你喜欢珠宝衣服吗？让他们看到所有你喜欢收到报酬的方式。那如果钱出现了，你请求的那些东西出现，报酬出现了，用你预期不到的方式出现，就去承认，然后感谢那些灵体。这就是赠与接收，你赠与他们，他们也赠与你。所以这就是清理灵体，你也可以自己做这些事。你可以刷牙的时候清灵体，然后要睡觉之前清灵体。你做的就是你在说你是谁，你是谁，在问的时候你是带着他们回溯时间，让他们知道说他们过在这里之前，他们曾经有过其他生生世世，有其他身体。然后你问他们说未来会是谁的时候，你让他们看到说他们有选择，他们就可以去选，看是要继续前进，去成为没有身体的存有，或者是重新进入身体。所以这是他到头来，这是他们的选择。最近有人问我，你可以为其他人清灵体吗？答案是可以，你可以为其他人清灵体，但是人们是有终极的自由意志的，所以如果你为别人清灵体，但是那个人希望灵体在那里陪他们，他们会再去把灵体抓回来的。所以你可以清灵体，但是别人也总是可以去选择。所以这是个开头，你可以开始去清理灵体。那如果你们希望可以拥有更多工具去学如何对灵智世界进行沟通合作接收，欢迎加入我们的与灵对话课。那我们在九月会开一堂与灵对话初阶课，那十二月的话在佛罗里达我也会开一堂实体课，所以如果你在美国的话也欢迎来参加。那全球有很多与灵对话导师，那你们当中有些人有问了一些有关个人的与灵相关的问题，那我在这里没有办法处理，那欢迎来找我做私人个案，或者是找其他与灵对话的导师做个案。好，感谢各位，我们会把录影发送给大家。那如果大家可以开始去清理灵体，然后开始去玩玩这些工具，去承认你的灵智觉察，去清理，那会怎么样？从清理开始，你可以开始给自己增加更多更多工具。那谢谢大家，那谢谢翻译，还有未来所有会翻译这堂课的翻译，谢谢大家。那祝大家玩得愉快，跟灵智世界一起玩得非常愉快，谢谢，拜拜。